上怎么办？楼上怎么办？这玩意儿合不上去，用两片，用两片吧。这两片可能不够，就九片。这个用可以。好的，给你少出一点果酱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能有什么问题呢？这死量，这给谁？这是你的防御器，谁看谁拿到哪个？我差不多能接受，你在上面再撒一层果酱，掩盖一下，盖一下味道，然后呢，回味的时候再出来，这个味道才是最绝的。岳哥，过来帮我一下呗，这帮我拿一下回家，我拿来煮一下。嗯，大家今天都别想活，好吗？你的风味找上了。这块还剩下。哎，先别看到你的一个。我想吃。别吃了。对呀，你弄过要吃吗？一会儿吧。什么东西啊？弄面包呢。哇，快叠起来。叠起来，叠起来。筷子咱们都放哪了？在这儿。棒。我们特别好。小头点头。咱们平时是不是就跟那个什么臭豆腐啊啥？跟你说了，就是罐头、南温奶酪，然后那个这个臭豆腐，三个混在一起煮一会儿。邻居马上来敲门。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好像不了。没事，你就全部弄了，然后。不行，我真的挑战一下。该把这玩意儿扔了。我先准备一瓶水。兄弟们，赶紧搬！奶酪爱好者，一路吃下。好像还行。千里万个心，我只想爱你，我只想爱你，站在三步享受没脾气。开会了，你是给大家准备开会吃的东西是吗？哦，哇！这两块是一开始有做了，但是后面发现不够了，所以会把它切成了块，就是后面的两个小香就切成了块。哇，放了两个硬菜的小香，这边客人呢还在穿衣服，可以尝一尝吗？一连串的动作，吼！完了，完了！
哪个是个大的呗？男人中国，你看到我中国吗？我挑劲儿，拿到最后就得吃大的。开始了一系列的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还剩一个？饿了，饿只能吃大的才行。过来拿，快拿点吧。嗯、啊。Hello。来过啊。吃。拿哈。好，为什么非要挤那儿吗？过来。嗯，过。不想吃。第四放一个。啊？第四放一个。第四什么？嘴漏吗？别放。哎，头有点痛，真是。这样不舒服吗？你去睡一觉，不过是要感冒。西瓜和棉花有那种独特的香味，那是独特独特独特，不独特就独特。强哥，就是吃的有点，你这吃的啥？全麦面包。嗯嗯嗯。全麦面包睡觉了，我就着就着吃，就着吃。趁着嘴漏吧，完了，果酱在怎么样？果酱永远朝下。那你试试，你看果酱那边永远朝下，那你试试。啊，还真的不是，应该吃啊。这不是概率问题，是什么问题？你不是不舒服吗？不是不是。哎，小丽莎，啊，你忘了，我很忙，我也很忙。那么都开始吃玉米棒子，慢吃了。来啃个玉米棒子，给我也吃一个。好嘞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气氛有点诡异，要干嘛吗？吃东西啊！哎我去。外面天气这么好，嗯，外面天气好吗？马哥，马哥吃啊，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。啊，东哥吃大了。我们下午一我不行了。马，我现在马哥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是你专门为马哥准备的，是有就是两个一块，其中一块是个马哥准备的便当。我在马哥不吃，拿了就要吃，不要不要，我就冰放了，对，就不吃。真的有够恶心的，这个一锅里面是绿的啊！幸亏我没动。那什么？跟你说，我越吃越饿，我就想去吃，我就觉得一块太多了，我就想撕一点，我想看看里面是什么。就啊，哦，原来你说你头痛，好聪明，我见过吗？我以为你真头痛，真头痛，但是我不吃就是因为这个。休养过，谁输了谁吃吧。我不来，我不来，不来。哎，自己说的自己不来，我真的要命的要命。但是我觉得还可以，我觉得是能接受。这叫蓝纹奶酪，对，就是那个，哎，蓝纹奶酪。你看到是啥？我们当时在塞里吃披萨的时候吃了一个这个奶酪。蓝纹奶酪披萨。吃不惯。你得试一口，我觉得还行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下午，要不然他拦着我，我就把它拿来煮。把水泥煮了，他准备跟另外两个梅玉冠的和王明的家伙，同名的家伙一起煮。他是白色那个黑蒜，黑蒜那都不行，黑蒜还有黑的蒜，翻一碗。不，打开碗，没啥味道，就是全麦味道。马哥勇就来一口，真没啥味道。马哥来一口，让马哥勇一点。吃了不好，输了吃一口。哎，你们是不是知道你们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你们都知道，我觉得他们是知道的，我真不知道、哎、我发誓我不知道，我本来是不知道，我真的以为一个人太怪了吧。我觉得你发誓我不知道，他绝对是趁我们不在，你发了酸啥都不知道。我为什么觉得张学仁知道了？因为我刚放下的时候，张学仁就一直盯着我笑，哇哦，然后看了我一眼，我盯着你笑笑了吗？马上拿了一块小的吃。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个分开、啊、我也看到人家切开，不是你这个也得切开，吃不完才切开。吃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奥一扣哈，打扣奥一扣，哎，奥一扣，这么大一块，哎，没有这么大块，就是你我想要多少就要多少。来不来吗，强哥？这样参赛选手有四个，来不来吗？来走进到五，好兄弟，四，哦，没有，好像。啊，第一口其实还好，他这没有。博，哎，我叫博。继续这儿。哎，怎么这没有？等一下，好，你们继续。别把别人打死。不来了。你知道芥末那味儿吗？我整个属于。我知道。不畏惧，华哥不要畏惧。欲哭无泪，好不好？行。不。
不，就是我们的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布布布布布。鸟儿太瘦了，没有，它咬了，它吃到了，它吃了鸟儿，什么感觉？鸟儿臭了吗？它没有，就是水线上谁臭？这个比我果酱的好吃多了吧？真的吗？我有点跃跃欲试啊。我已经吃不就完了吗？石头剪刀布，哎，石头剪刀布。吃这边，吃这边。马哥加油，马哥加油。这边都没有。马哥加油，马哥加油。马哥这么大口，他没咬到，他没咬到。是真男人，有一点，有一点，真有一点。马哥真男人，好吧。只有味道，十九吃到。这越中间越惨，我不想在后面输啊。我前面说了，估计后面咬到了呀。看一下里面还有多少。咬到了，马哥别的咬到了。一丢丢，没咬到你。有没有对话表吗？你来。石头剪刀布，哎！你们说你跃跃欲试了吗？马哥，没事，马哥不怂，一眼直接吃，擦擦就完了，咬就完了。哦，哎呀，大口大咬到了，太小了，大口大口咬。这五个够够了，好不好？上帝视角，太香了，好了，那咱们。一大口，全部来，全部扔，给我一大口。凭什么你要输呢？你说你说输呢？一大口，一定要你帮我吃，一定要一大口。好，这个叫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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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有什么问题呢？最后一局一大口，全部来，有事儿！哎，我刚刚说见过呀，我先出去唱首歌。好，放松放松，我弹一次。我喜欢唱歌，唱什么？山上唱什么？唱我们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吧。兄弟抱一个，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。兄弟有苦你对我说，用那种烟嗓。人生难得清醒，人生难得清醒若多。朋友有相信激动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一句话，一辈子，我是你爸爸。想到啥行行 ，OK， 想到啥唱啥吧，那就准备，那准备去吧。这是什么歌？看大家吧。哦，吃两口。问一下嘛。我应该提前拿出来解冻的。不然到时候里面东西熟了。蛋挞，蛋挞，奶油，蛋挞液，开杯可乐，好多久呀？我不知道，20分钟吧，好像说。哇哦！这玩意儿咋开呀？马哥。你们这玩意儿咋开的？喝，哎，不会了吧？会教你吗？这次应该买一点的。它要烤多少度呀？没有，它旁边不是有个蛋挞吗？上面的。一直都这么大声响的吗？我的天呀！这是倒牛奶吗？我觉得好像牛奶，蛋挞液啊。但我感觉 ，Do you need my help？
付钱还不需要。哦，谁搞的蛋挞啊？我搞的。放那儿。厉害呀！不知道不知道，你帮我拿一下。我先溜了。这放哪儿啊？这个摆设吧。杨翔太秀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，谁的锅？张哥呀。棒啊！掉了几个？两个，还剩七个。哦，正好。你说这个灯要装在哪呢？装在你脖子上，一定很配，可以当搭配用啊。你说表演的时候都挂在这个在脖子上，那怎么？张瑞元你在发光吗？那你肯定是一直在发光呀。那那是我喜欢。呀，你变得轻易被煽动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张瑞元啊，明显吗？紫色的，紫色的是吗？我想想还有吗？那一盒呢？怎么弄到手上呀？需要一个那个帘儿了。需要一个这个。这个不好意思，我必须要给我绑上坏东西，你们待会儿就走不了了。你付啥？好吧，你看，叫那现成的。我是我手太粗了吧？手怎么那么大呀？今儿呢人生难得起起落落，还是
要坚强的生活，哭了笑了，等一下一下下下一下下一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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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难道没有我的粉丝吗？啊，刘亚文！难道没有我的粉丝吗？刘亚文，刚刚那什么，谁不叫我名字？第一个掌声，你。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最大了吗？不要浪费。妈妈对我笑了。把手挥起来，哎，对，听慢歌就是要这种氛围，懂吗？代入感太强了，已经开始哭了。哦，代入感太强了，已经开始在成都街头走了。希望为什么荧光绿呢？我在成都的街头走。但是我不会唱，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。请问主歌第一句是什么？我知道。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，说尽这些年的委屈，打打两电话。兄弟，下个陪你吃个饭，尽这些年下的。兄弟抱一下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吧？他那些年你的委屈，不曾藏别忘。兄弟抱一下，说说你心里话。如今这些年深爱的。心脏刻骨了，天吧，要深爱的那不语，就离分离吧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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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妈妈，请坐下。干嘛呢？妈妈，我不会长，我爱上怎么了？为什么呢？不行，很贵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保全的名吗？是。进来呀。来吧，来吧。Oh, oh, 来吧。Oh my god！ 来上一笑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，嘿，嘿，参北斗啊。啊，这是一员。嘿，嘿，参北斗。我走，咱就走了。你有我有，全都有啊。嘿，嘿，全都有啊。嘿，嘿，全都有啊。咱们跟屁股，我们江州好汉，好汉，好汉，你是好汉吗？好汉，好汉，好汉呀，好汉！张学想唱 Bang Bang， 不，哦，来来来，哦，张学元也想唱，一起一起，我那想唱 Bang Bang， 我连 Bang Bang 的词是什么我都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笑傲娇，却又总是在身后。
爆米花，爆米花。